拿错了。早安，早安。哎，很丢啦啊，撩人呐、啊，啊，就你了。我看一下题，魔法攻击，啾。青蛙早安，乖乖草粉早安，番茄早安，棉被猫早安，鹅龙早安，哎、欸，鹅龙早，鹅龙。以为明天才看得到教主的台，哎，这就不好说了。哎、欸，好好，是好好睡。其实中间又醒来很多次了啦。哇，这只太难用了吧！你睡眠品质很差哎、欸，对啊，没有差是还好，做噩梦。这款变难步哦，难十哎、欸，你看一下左上角好不好？狼月，看一下左上角难度一，我至少可是过了难度一、难度零的人了哎、欸。没有，他其实之前改版我就没玩了，所以他很多东西跟角色我都好陌生哦、喔。像这只好像之前就有了，对不对？但之前我没玩过。哎呀，哎呀喂呀！抹茶安安，哎，抱歉啊，最近白天都在睡啊，直到晚上才醒啊。嗯，那你现在难度到几啊，狼月？这款我只玩平衡型的力量，好难玩。哎，不是，你知道这款打 boss 很强哎、欸，不，这一只打 boss 很强哎、欸，因为密闭空间你一大堆坟墓，你就随便扔随便游。
哎、欸，我这只是蜈蚣吧？对啊，很白痴哎、欸，蜈蚣哎、欸。所以你又做了噩梦吗？对啊，没错没错。快点搞！你还没打过，加油加油！他越后面多的东西越多啦，所以就是逼你要玩。你看，烙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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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！哇，撑了撑了。然后想说晚点等龙鹰多一点再来开邪教一样。做梦眼睛，我眼睛。你知道阿旺只用了一次直播时间，就打通了零的难度。哎、欸，我可是花了30小时才打通零的难度哎、欸。这个是什么？什么技术问题？人家问你什么噩梦？你眼睛……啊，我刚说什么？啊，我刚讲了什么？什么梦哦？忘了哎、欸。反正要么不是我死，要么就是其他人死掉的梦。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哎，不是我死，就是其他人死。下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打完再看。恭喜！所以你又做了什么梦？什么梦啊？眼睛，人家问你什么噩梦，你眼睛真的什么说？我刚讲了什么？那场全拿诅咒的东西，哎、欸，诅咒的东西有个好好玩哦，死掉后会爆炸的东西。不是，今天要嘛是别人弄死我，要嘛我弄死别人，再要嘛就是我要想办法弄死人。这梦够恐怖了吧？撞想办法弄死人还好吧？不是，你要想一下弄的是什么人好不好？是你朋友哎、
好，今天就是大逃杀，知道吗？要么是你弄死你朋友，要么是别人弄死你。而且今天我最常梦，最近最常梦到同一个梦是，今天就是类似很像那种背景，就很像歌德风格的东西。然后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五个班级 ，A 班、B 班、C 班到 D 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个别就是每天轮流，每天一个那个一个班级去那个城堡里面用餐。然后城堡里面用餐，就是我是 C 的班级啦 ，A、B 班级就陆续进去之后，隔天就没有再来了。然后城堡主人就是说那种，就是有找借口啦，就是找理由，懂吗？就是那种理由很多，都可以讲到理由之后，时候敷衍过去的这样子。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嘛，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这汤我用闻的头就很晕？学一下控梦啊，我有啊。重点就是我知道这是梦，但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知道这是梦，重点是我醒不来。轮替发射八个头的五道神魔法没那个头啊，你懂吗？今天那个梦醒不来、欸。哦，好恐怖哦！我最讨厌你这种直接迷路的孩子了。哎，妮妮默默安安，这个都对。我那时候过是靠精灵王跟那个，我那时候是炼金加那个枯骨，刚好有塞到那个。释放技能可以有一个火球，然后那个火球刚好碰到史莱姆，直接两个。哇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哎，史莱姆出现了，然后轮替。如果那个人是番茄呢？啊，继续讲刚刚的梦。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头晕晕的嘛，然后就跟其他人说，这个晚餐不要吃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然后我就是光闻味道就开始头越来越晕，然后好像开始流鼻血吧，还是什么的。那到后来就是有人也觉得怪怪的。这啥、啊、还没换，还没，那个是邪教羊要用的东西，那个是邪教羊要用的东西啦。耳龙你好急哦，耳龙，
不是，我还没弄呢。错。年轻人，换个问一下嘛。哎呀，那太贵了，哎、欸，那个多少啊？哎、欸，就这个，只用技能产生火球。我那时候就是换到这个，然后再加上史莱姆复制，我直接两个开局。300而已啊，也是啊，你知道原本500吗？你知道300块也是钱，也是很难赚的呢。放爽了呀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到底被动是什么？可发现，在这事件徘徊的亡灵，消灭一个亡灵时，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一秒，并穿出墓碑，必须在有墓碑的地方。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打亡灵会有墓碑，哭了。秋风，秋风安安，换了 1.5 万个巨尾五分钟、欸，哎、欸。换了啥？看一下啊，阿姆雷特，威武棒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完蛋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是世界难打哎、欸。太烦心哦，雨林安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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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补血了，补血了，补血了，哭了，哭了，哭了。
岳阳，啥？不懂。火焰配小骷髅真的好强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直接两个开局哎，你看我快乐的跟个小孩一样哎。像个孩子一样。哎，得到了啥？看一下。哎，冲啊，守墓人！火焰昏沉，安。嗯，轮替。哎呦，怎么办？传家宝，宝物，哦，我是想要这个啦，看一下哦，证物，古董，哎。哎，再见了，召唤屋。这个是攻击会有那个有没有？会自动追踪。
那个缅怀祭风铃要放哪边啊？放那个先祖正前方。要放在他的正前方。你刚才讲缅怀祭，我想到什么是缅怀祭，好扯哦，有没有在玩啊？技能冷却速度缩短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可能是月亮不会说，不会说话，让你干啦。一万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去吧，我的亡灵大军们啊！哎，不爽没？我有在看的哎。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哎呦！哇，哎呦呀！感觉要吃 CD 耶、欸，要把魔力循环撑高。哎，要换游戏了。就下午开台跟晚上开台一模一样，我晚上开台就好了，笑死。
哎呀！有本事来这边啊！啊，这样玩不赢哎，哇！哎呀！范围都大到可怕，对啊，不是我都乱玩，我把精灵全部卖掉，哎呀，白痴死了，白痴死了。我说我要撑降息地啊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古董，古董要留，嗯，不啦，没必用，好了，轮替增加时间。然后还有第三位，第三位什么？来咯，潜水员白熊安安，哎，白熊安安。汇报汇报，出 bug 不用解。什么东西出 bug？ 也太他妈难驾驭了吧！天哪、啊！哎，繁星怎么想玩这个啊？等一下，我揉个眼睛哦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！再进去没看到风铃，
小叶安安，哎呦，干嘛？太难打了吧！天哪！好难打，好难打。难度还有十，对啊，可是十之后他给的东西会更多啊。我看你游刃有余，我快气，我还累死好不好？血量原本很满欸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刚什么声音？我电脑中毒了吗？不要再补血了，要补血了。扫眉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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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，要你哭要你哭要你哭！
啊！不是哦，有牧师就很烦哦。按，就是啊。哎，看来该凉凉了啊！啊！刚刚那个是王子的伺服器通知，你给我上线是不是？啊！你给我上线。我怎么知道我通知？我怎么知道你会上线？下去，下去！哎呦喂！啊，好难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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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眼泪，哎哎哎哎，怎么现在才给这只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真的不要吗？可是拿了因为他有他专属这个啊，这就是他专属的图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有他专属的东西。传家宝，
哦，月雪安安，完了，我现在转型。完了啦，功夫了啦。任务。然后发现不是很好用，哎，对，没错。刚挥下去，我刚好抖一下，哎呀！就哎呦，笑笑哎、欸，要熟啦，要熟啦！他很帅，现在可以进化，嗯，我知道，可是。艾曼拿到了啦，骨头不够养他啦，而且我要死掉了啦。他那时候想说，哇，这只也太帅了吧，是新的哎、欸，又发现说这只进化上去的，哇！完全不痛啊！我刚刚想换铁球的啦，铁球都比较好玩。哎，没换到技能。好惨哦！好啦，不要搞我了，一滴耶，一滴耶。
好的，我们姑姑玩了快一小时了啊，就到这。然后他前面这几个是固定的，哎，他不会有更多的了，他就固定前面几个是基础的、便宜的，然后这个也都是固定的。然后这个你要熟悉道具才知道，哎，这个是加攻击力的，这个不是什么那个，来那个什么。精灵，所以其实可以这个，然后配，这个，攻速开局啊，很棒。繁星，今年是繁星年，哎呀，当然是啊，不是你，干，我刚刚在打这个东西，你想一下。来，你玩这个的游戏啊！我跟你打招呼，你无视我，我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然后试试看，玩这种游戏无视你很正常吧？我无视更多人欸。你现在是要我攻城你是不是？讲话有礼貌一点好不好？死小孩。鹅龙还在吗？鹅龙，我捡出来了，你要听吗？不是没剪画面，有剪声音而已啦。吓到人，抱歉了，这个是哦，会震动欸。AK Panda 安安，我要怎么让我的图旗有东西出来啊？我绑定了吗？它震动可不可以关掉啊？控制辅助，肯定有震动的吧？按键操作啊，手把一直震欸，游戏震动强度哦。然后吓他，不是？请问建造吹火就是？你问我前面要怎么办？我要怎么让你们进来啊？你的教徒呢？在这里。你好，他叫繁星。我那天自己跟他们抽，就我自己抽到，好开心。不是啊，请问我是要怎么盖那个出来啊？这个吗？不行啊，我用他虽然说建议用手把玩啊，我用键盘好。你要盖什么？盖可以让你们进来的东西啊。有操作说明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啊，我整合了啊。碰打关卡碰到教徒才让我们进来。
欸，所以现在还不行是不是？我有这个还不够是不是？你要有新教徒哦，好烦哦，好烦哦，你们啊，只是还没过。抱歉啊，这款游戏拖太久才玩啊，因为之前也是因为这款我才回来图奇的嘛，那时候小起点一直没有，哦不，中层点一直没有播。因为太大声了、欸，要履行教主的义务，没错。我跟你讲，只要谁选了兔子以外的，献祭就是你们了，好不好？谁选兔子以外的啊，你们就成为肉吧。来，注意看，这个餐厅从来没有进货肉，但肉却源源不绝。这款叫什么啊？GULT， 哦，这个，完成。这我们能选吗？啊，可以啊，你们可以选啊。反正兔子以外的，通通都该变成肉嘛。哎，还没啦，等一下啦，还没啦。没有柱子啊，等一下啦，柱子还没出来，无聊，等一下。我看什么？啊，就柱子还没出来哦。他说要先打关卡，是不是？来了。啊，不是只有我，没有他玩过，他在搞。哎呀，你们有主播是不是就没有在玩这款的、啊？我们现在必须看圣斩，不过可以得到追随者更多黄金。两者都能在行动区得到。原来那是柱子哦，要中间会有个祭坛，我们要有祭坛才可以有让你们进来。其实这款那时候都是挂台，边挂台边做事，所以我真的都没有看其他人玩。有主播那时候只开了一次台后就好像没有然后了。现在狂号吗？还不行！你们现在按等于是300块的丢水沟。对，现在还是300块的丢水沟。哎，你扔屁呀、啊！还没啦，先等一下，不要洗板，我要关掉喽。妈，我要设 CD， 你们完蛋了。来个600让姐姐叫一次。好了，你没了，你是不是根本就纯粹不想要在我这边有什么东西？你要讲欸。欸，我是有想要设定就是多少点换什么东西啊，我是那个还要额外去一个网址设定东西，那个我还要再研究。欸，好像真的用手把比较好欸，等我一下喔，因为他 WSD 有点智障。
哦，打击感真的好好哦。当时怎么不早点玩这款啊？啊，不是一直震，没有，我把震动关小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姐姐就会放在腿上玩了。白希宇在讲什么？不要骚人家女主播啊！白希宇一直骚扰，一直爽哎、欸。这算是造谣吗？造谣什么东西？姐姐起床一定又说上次叫你玩不玩？不是，我上次不玩是因为太晚了，而且我想要除夕，他那时候有说想玩玩什么，大家一起就是像大富翁，也不大富翁啊，就是玩点就是大家一起玩的游戏嘛。我想说他那时候有这样提议过，我才想说那不然就是看阿奇还是怎样，就是我们献出一颗爱心，立下一个誓言，欸，然后想说我们就这样子，啊，结果他跑去玩马里奥赛车，欸，没有，他那时候好像是玩斗阵，然后阿奇跟他排，发现还是不行。阿切，就是阿切。无系式马车，马里奥赛车。哎，那你们对那个有没有兴趣啊？跑跑卡丁车，我最近好想玩哦。虽然我那个游戏玩得很烂啊，但很想玩玩看。我跟你讲，他漂移不是要按 Ctrl 才能漂移吗？我国中那时候高中那时候那个电脑的键盘，不知道为什么 Shift 按不了，所以我卡丁车全程都是用走的，没有在漂移的。然后那时候不能改按键 ，Shift， 对吧？我那时候 Shift 坏了，结果我全程都不能漂移，只能慢慢的就是。人家过弯，人家压车，我是慢慢绕大圈的过去。受到攻击，画面上的一切都受到攻击时，哦，来一起死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哦，震哦，手把好摇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好震哦！快跑吧，小羊，快跑啊！你刚跟番茄说是小年夜。哦。哇！吸呀！改姓是什么？哦，新的教徒哦，选择蓝图。他就玩，为什么不玩空岛啊？哎，现在什么意思？我要回家还是继续玩？为什么？扣扣扣！
阿秋。因为你不在啊，我们不会用。哦，我也不会啊。那就随便找个空岛地图，然后把那个地图包丢进去就好。你那边有任务条件。月雪，你什么怎么都会玩？天啊！所以我现在还不能盖。啊，我要怎么？我不能让他啊！为什么是他？嗯，不行，肯定有的。我全成就的，你在说笑吧？哎，那请问，那请问，你现在只能接受？有谁要当肉吗？可以换。来，哎，这打什么东西？是不是画面上面的那个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还不是这个，是点那个我的荧幕上面，我的画面上面会有个那个一个框框，不能用，不能用那个。不能用手机，手机要用那个，不能用 APP， 要用那个网址，要从那个手机要从网页进图起才能会有那个萤幕上会有个框框。嘿，啊，电脑的话是直接点萤幕前面右边会有个小框框，点就可以加入了。嘿，是这样子。可以点呢、欸，对啊，就是点了才是加入啊。好啦，我先，反正结束抽奖，决定。口夜昏口，哎、欸，昼夜昏沉是不是你？然后现在是可以选那个肤色，然后。品种什么的，还没啦，不是换那个啦。没有，他怎么可能选肉嘞？对不对？我们反对献祭，生病躺下时会，你怎么那么体弱多病？哎，恭喜昼夜昏沉，啊，去做事。怎么漏？它不是漏，挖矿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圣坛，耶、yeah ！这个啦，这个才是。哎、欸，拍谁？还没好。好了，就这个。你们丢东西进去会进去这个吧？记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还没有？哎、欸，抱歉呢、欸，这个要先用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stop， 等一下，等等。等等，他出问题了，他不给动。等一下，哦，灌输，对，这个人都不看任务的，哈。啊，莱纳、哦、朱娜，哈哈，来吧，这个再点一下荧幕中间。等一下，我去贴一下那个，我贴东西在 YT， 要加入。要加入教徒网特狗，我路过，我小
对不起，我还没有按，抱歉，抱歉，拍谁啦？然后参加过的就可以，就不用参加了，因为他也参加不了，除非啦，你取消再加入一次。但是不要这样做，好吗？你是谁 ？KYS 啊 ，KYAS， 手机怎么不能点？你要点到，你要用那个浏览器打开 OBS 那个 Steam， 不能用 APP 的 Steam， 要用浏览器的 Steam。你要用浏览器的 Steam 才可以。你看，你就好多了。你看，建造、休息、获得更多信仰啊，生病时获得10点信仰。他要装一个什么插件的？是哦，我，你过来啊，八八八八八呐呐。好了，你看现在才好了，你那边献祭什么？我的天，哎，好了，你们可以了。然后现在不是会看到图奇的图吗？那个会获得东西，啊，你看，哎，估计很快就满了啦，木头。我说要改500啊。哎，有了，抽到东西了。然后这个东西不是说拿到就不会再拿到了吗？所以他最终还是会抽完。啊，我每人 CD 一分钟好了啦，对不起，等我一下，我去调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去调 CD 一分钟。这刷屏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啊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不能趁现在搞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哎哎哎哎哎，听话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干，等一下哦。观众奖励，掉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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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忠诚点数。啊！你们300编辑。哎、欸，这是每人 CD 一分钟吗？等一下，我要研究一下啦。冷却时间兑换额度。哎、欸，啊，如果我兑换冷却一的话，是每人吗？哦，是每个人哦。哦、oh ，啊，会不会等一下冷却一分钟啊？会不会等一下一分钟只有一个人换了、啊？你还要30000多，那我涨价了哦。试试看，对吧、啊？就先一分钟后看一下吧。太可惜了，肉的外观是群体一分钟，不是每人，对啊，所以我要怎么搞啊？
限制每场兑换额度。对啊，这个没办法、啊。限制每位实况者，限制每位使用者兑换额度。哈？什么意思？每名观众每场实况兑换上限。不然就开三分钟。哎，没事，我先抽。我总记得他们隔壁台不是这样子，他们是时间到才狂扔，过程中他整场直播总数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他没办法，就是时间到，每个人都换一个啊。究竟要抽多少？干，我要涨价了！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来人了，来人了！让我继续抽。什么东西？然后你觉得够了，再开一分钟。觉得够了啊，睡袋。那个跪着是召唤人哦、喔，哪一个？来吧。哦，右边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有四分之一可以召唤新的人进来。哎，不出意外，哎，白口血。啊、白口雪，你能力好多哦！哎、欸，没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了吗？怎么可能？这个丢水沟太好丢了吧？你可以负责信仰，你的教徒会反对你，最终离开。教徒们都会听你好话，但就是要听我的教徒讲道理了。是换柴油吗？我不知道。来了，快点！出配信，各位，繁星开台了，哇，好可爱哦！
吴怡安安。好耶，感谢。靠，我都变口口口了。阿玲，我变口口了。所以一代都是会死掉的吗？哎、欸，走都变口口，等一下啦，白痴哦、喔欸！真的没了哎、欸，他也太耗太快了吧？零。好了，我关掉了。没有。啊。等一下，有人订阅，白痴，洗掉了，洗掉了。感谢猫之翼的16个月。啊，入教仪式。自肉哎、欸，来，感谢猫之翼16个月，选兔兔以外的，外的会变成肉。哦，盯选自己的讯息。好了，我们有食品安全的把关。你是谁啦？哎，怎么就变成63了？这63是谁？哎、欸、，Coco 63，我看一下哦，幺幺，怎么选？你好了之后。左边会有个东西让你选啊，你是用网页还是手机？电脑，电脑好了，你左边会有选单让你选啊，选颜色啊，选物种啊，选衣服啊，选样的造型，总共4个啊。国字会片口，不是有些没有变啊，而最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只是参加了那个直播之后啊，变成了这样子。然后你怕死亡，我感觉你会来搞事哎、欸。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想要拜拜？想要挖石头还是砍木头？你选一个，拜拜、挖石头、砍木头。来，幺幺，你要哪一个？石头、木头、膜拜、挖石头，好。哎呀！没有人了。哎呦，预设是兔子哎！哎、欸，就你了，就你了。哇，这是来搞的吧？
升级的困难度增加15%，可以让他死吗？来吧，谁来搞事的？利恩是不是要进来了？利恩，之后献祭他，没问题。请问你是谁？木瓜也不可能啊！你是什么瓜？口瓜不是那个吗？瓜。那个通灵大师哦，你是说要跟姐姐做好朋友的通灵大师是不是？黄瓜。对，口瓜，没错，就那个瓜。哎，你要什么工作？你要石头、木头、拜拜哪一个？木头吧。OK。来去跑景点挂机，好。是不是越后面的越好啊？头上会有爱心欸。我先继续抽好了。换抽不到 skin。哎，好，你们先停一下啦。这样教徒进得去吗？可以吧？我记得那时候他们也是狂抽，然后教徒在后面排队。我现在几个人了？我看六个建造。哎，我现在没有钱哎！啊，你们都睡路边啊？哎，好了，先暂停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再入教四个。等一下，先停。潜水员白口，白口，白熊，选角色哦，白熊。
这是之前存档还是全新的？之前存档啊，有、欸，我就是怕我手抽不到兔子啊，所以我没有重来啊。啊，你这么虔诚，给你这个。哎、欸，下一个。那与口一，你不要叫巫一了啦，好不好？你的巫一的巫不见了，只剩下口字旁了。你要再抽十个教徒，没有，那后面再抽。我现在没有钱，你们要睡路边了哎、欸！我要让你们，我要去赚钱，让你们睡有东西睡耶、欸。巫一来搞的哦，巫一，你是来搞的，巫一。哎，选没工作会怎样？选没工作，他会到处找事情做吗？问他干嘛？哎，有啊，他会找事做哎、欸。太困了，哎、欸，这口真的是，繁星总睡这边。吃大便，没有，生病时获得神点，哦。欸，我以为是鹅龙欸，你是谁？我也以为是你，看到 A 开头的。好的。自己找事做，很难抽哎、欸，你该不要保底了吧？客人一直阻止我入教，没事，你晚点再入好不好？我是怕最后我的教徒教会里面。翻滚吧，马口口，是马铃薯吗？之前看到一个拼命入教，然后入教了30还40个人吧，不够吃，所以先这样，我赶快去赚东西让你们吃。哎、欸，感谢马口口，不会让你们死的。你多了一位强大的教徒，你更加壮大。李恩还没入教，还没啊。
啊，我不开一分钟哦，结束了哎，好啊。哎、欸，好。我看有什么可以盖哦。建造，不要盖吃的啊。植物，检视升级，这个吗？农地，啾啾，捕捉动物，哎、欸，没抓到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让他们集体来这边？你说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各位开实况了，各位繁星开台了，繁星开台了，快过来！都变 Coco 了，哎、欸、，Coco 们 ，Coco 们，哈哈，哎，只能靠近看呢、欸，回去工作，我打断了繁星，怎样？怎样？哎呦，完了！我怎么记得要帮我们清大小便啊？赶快跑！我不想面对你们。然后嘞，我继续走这吗？哦，还没开，哎。我要赶快进厕所啊！拔屎拔尿的，哎，叫姐姐买这款啊！我哭成这样哎、欸！天啊！哇哦！哦哦！被杀死的敌人像掉落热忱，收集可以补充咒术次数。击倒异教徒，我跟你说，被你击倒会掉热，会热什么？欸，这以前就有的吗？哦，懂了。头啊！不是粉色都是肉哎、欸，那他那边灵活多了哎、欸，至少有物种啊。我这边那边是颜色啊，我这边是物种。
哦，那道具哦。有人过来这边是什么意思？可以找到新的肉吗？嗯，找到新的肉哎、欸，这其实还好，对我没有意义啊。万古以前，这些曾经是们的追随者，或许是。望月安安，滋滋安安。杂事啊！入教吗？不是啦，这款不用，这款你们不用买啊，这款只要玩就好回收可以换钱啊、哦？怎么回收？哦哦，免费的不是？这就是那个啊，那个跟主播互动用的东西啊。
好了，丸子晚上好。可怜哦！咦？哦，要选了。终于玩这个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也没想到会玩这个，我也没想到哎、欸，天哪！没有，我本来想说睡不着，哦，他们想睡觉是不是？不急。怎么了？另外一个我。我口叫，你的圣家叫什么？嗯，好诶、欸。叫名取而不能改了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正冠，啊，下次早点说。你在我打压之后，下次早点说。没有啦，啊，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怎么入教啊？怎么入教？就是用忠诚点数换嘛，然后去中间的牌子去用啊。就是忠诚点数可以去换，可以换个东西。你看一下，应该有个300块的英文的，看不懂的那个。哎呀，骨头了是不是？有没有人不听话的？哎呦！破坏敌人尸骨。哦，不会了。不是啊，不是叫你们换啊。
没有啦，现在应该还不饿。好，现在就是刚刚抓到的，像这样子嘛。再來就是你萤幕中间会出，如果手机版的话，你要去用网页版的进入实况台才看得到那个东西。啊，电脑版的你就戳一下萤幕右边，就会看得到了。那、啊、你刚刚不是问说怎么进去？啊，我是跟你讲啊。啊，只是怕现在是太多不太好，你们不太好养。反正比较热闹，对吧、啊？他们都在这边聊、啊。那你是谁？侯雅。我们肚子很饿，还没好吗？想骗我？你有一匹捷云，我看到了。感谢捷云斗内，我原来是你呀、喔！我有多少钱？只有六张床。等一下哦、喔，先盖这个好了。我看到大便了。敢给我！对不起，不该骂脏话的。取消。没加能量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对耶、欸，你到底喽？有了有了有了！检查有没有乱大便。有没有看到有人在拜拜？如果转到这个的话，就可以再抽一个人进来。只是我刚刚跟他们说，先不要抽，因为我床还不够多，然后你那床不够多啊，什么的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哦。我要先把床啊那些弄好。没人了齁，要加入赶快，我再吃一口面。对，又是面。耳洞来了，玩电学教养是不是要用掉了？什么意思？我学教养要用掉？等下耳洞来搞的哎、欸。好喂、欸！啊，一定会有人死嘛！我们先点开这个，啊，点这个、啊，
我总算拿那个，啊，怎么没人提醒我？户外厕所，他怎么知道我需要厕所？检查有没有大便？我的脸看起来很生气。你看，人过多了，还没有耕田的哦，他只要自己耕哦。哦，左上角没满就知道是大便哦。哦，先加大便。换一下哦。你去拜拜好了。你是谁？巫医，去拜拜，去拜我。尼亚也去，啊，统统给我拜，拜起来，哈哈。出去，出去。皮克尔干嘛去了？你想看吗？你是黑色的吧？你是蓝色的吗？找一下，在哪里？是你吧？不是。哎呀，你去哪了？你是黑色。哦，这个哦。哎，通通去拜拜。其实我没睡饱哎，早上九点才睡。不好意思，没玩过哎。啊，这边不能试刀哦。好呀。啊，哦，那是技能呢。那现在去睡，有点想睡了。所以我想说，先试开看看，因为我刚开台前就在想说，那个小框框要怎么跑出来，然后那个中层点要怎么弄出来，我刚才在研究啊。睡觉台不是不行，不行啊！
那我这个人很简单，有钱我就是他朋友了。箱子们，我是你们朋友，我要跟箱子做朋友。始终带着诡异的骨头，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。今天八点不用开台，对吧？今天因为一大堆人去过新年了，所以今天他们 pass。哎，我记得是啦，我看一下哦。对吧？今天村长那边没有公告。好可爱哦！哎，为了我宝贝的教徒们，我们好爷教。有那时候知道，我记得我是选简单模式吧。然后我想说，等一周目过会玩了再来玩困难。欢迎安安，学奶安安。而且那时候是想说先测试看看，结果手抽就是兔子了。他就想说，哇，这是命中注定的吗？感谢水母零三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哦。感谢水母零三零的订阅。人头命不多啊，对啊，我就担心这个啊，不然之前玩那个缺氧也是这样子啊，缺氧就是人一直找进来，就是然后人根本就养不起来，就一直没有床睡。东西反凡躲好下面剩阿桃鹦鹉啊哦，我一阵我这样子一阵子了，哎，我这样已经开台开半年以上了吧，我就发现我不要露脸比较好，露个眼睛最好了，神秘感哦。水母不知道你们在 DC 过啊，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啊，私讯咱们粉专啊。装备。那只鸟才是本体，对吧？我了，有薯条有布布，不错啊。
我不说薯条跟布布吗？我说谁？那不是薯条吗？没有阿桃，这只鹦鹉叫阿桃，啊，只是配色是薯条。可以跳出来让我看一下繁星吗？不要，新年快乐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。哇，虽然很笨重，但是伤害高。哎、欸，吉娃娃，你怎么了？石头、木头、石头、木头、木头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东西没看到啊，亏了，没看到。海灵山安安。啊，剩下晚点玩。阿姐姐今天不会开台，她说礼拜一比较忙。啊，今天如果开就开这个，我再去休息一下。你现在可以跟教徒互动，读取教徒的想法以及……好的。啊，可以不要口口吗？奇怪，为什么其他人玩都没事，啊我玩就那么多口？好诶、欸，很棒吧？一回来就好诶、欸，回来就开抽，好诶、欸。天啊！他现在是把刚刚 bug 的全部塞进来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好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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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嗨，你是谁？口业昏口。哇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
哎、欸，你们饿了，你们饿了，好啦，来做东西吃，看一下哦、喔，看一下哦、喔。我们肉很多，我们做这个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、哦、这个很多。哎、欸，吃屎吃屎啊！各位，地上有屎吃啊，好吃好吃啊！有谁大便的？我来检查一个一个。这是谁？等一下，这是昼夜昏沉，刚刚直接拉屎是不是？好吃，鹅肉好吃，嗯，鹅肉好吃哦，鹅肉聊一下，想睡觉了是不是鹅肉？鹅肉想睡觉，检查大便啊。浇水干嘛啦？你谁？昏沉怎么了？是被鸟吃走了啊？所以我应该盖稻草人啊，臭鸟，大便，昏沉，你怎么大便了？等一下还有屎是不是？还有大便，还有大便，一定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你们刚刚教的我有看，病毒没有满就是有大便，在哪啊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冲啊！肥料哎、欸，不行，肥料是你们的食物。哎、欸，开个台好了。哎、欸，开台，开台，繁星开台了，繁星开台了。什么意思？让他们跳舞到深夜，这么残忍吗？哎、欸，繁星开台了。好耶、欸、要我啊，很棒很棒，感谢今天的收看，我们观台赠送礼物。你是谁？你是繁星？增加教徒忠诚度，能使每次升级后都会参加讲道。可以送祝福，我记得是不是有个礼物，它是不会睡觉的。
偏僻小屋。好，帮我记一下。哦。难难难难难。文成，就你了。给你祝福。那、啊、你来干嘛？你是谁？口瓜，月雪来，这是给你的祝福，希望你抽到猛灵。哇，群补是不是？繁星来，哎、欸，我嘞，猛灵给妹妹当就好。等，我插个。你们谁乱大便？等一下，繁星，等一下，我先插了一笔。繁星，嘿，繁星怎么了？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天哪、啊，繁星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来，给你祝福。哎、欸，不愧是另外一个我。做人要爱自己，好吗？想睡觉，好的。等一下哦，再来个大群补好了。耳洞，哎、欸，有，来群补，还有谁没有群补到的吗？啊呀！哎，建造10块钱。我要盖几个？12个。你们想睡哪？睡这。2、3、4。看，好难动哦！1、2、3。先这样子，各位自己抢床哦，自己的床自己抢。耳聋很开心，来监督耳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帮忙照哈，白痴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床了。睡田旁边，赶小鸟走。没事啦。我的教徒爱我，哎、欸，睡着了。我抓。嘿嘿，带骨的肉。等一下，有人去隔壁干嘛？有问题？你是不是跑去大便？你是谁？马铃薯，你很棒哎，把大便藏起来，跟我家狗一样会藏大便。哎、欸，抓狼蛛。
等一下哦，谁比较皮？刚刚说谁来搞的？哎、欸，何龙，对，何龙好睡吗？何龙好睡吗？嗯，来让教主看看你有没有长大。好喂，来各位，来集体祝福，群部。好喂，安心来群部。是你借过，我没有要跟你聊天。哇！我要解锁十个东西耶，休息处。农夫站。刚刚说农夫站会怎样？会让邻近的作物浇水，将种子放在这个。哦，农夫站还在哦，是原本的记录啊。哎、欸，我在这。啊，这没有盖到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可以改他们的位置啊？编辑建筑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。移动，啊，没事，踩到老鼠。嗨，待遇安安。怎么保重？我没怎样啊。钱不够了。哇，你是谁？哇，夜昏，你好棒啊，夜昏！来，我再给你祝福。哎、欸，不行了，好吧。哦，夜昏，你好棒哦。
还要放种子仓库吗？仓库的话，我现在还做不了啊。哇，看得懂你打什么？哎，各位，繁星开台了。好了，繁星要关台了。来回收你们的信仰。好耶！什么意思啊？这能干嘛？粮食减一，死后世界。不是，呆鱼，呆鱼先别换，呆鱼先别换，我要关台了。教徒的信仰，嗯，哎，他像上面骷髅头啊，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从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就是这个是前减一吗？哦，点进去可以看哦。哦。哦，二选一就不能改了。欸，可以重新命名欸。哦，他有改，全不行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有改就好。我们的好欸，还是可以变嘛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。我想说减一是什么意思？好。好了。感谢呆鱼提供的好不好，那剩下晚点再来玩。哎，感谢呆鱼提供的石头，谢谢呆鱼。好，我晚上再来玩。繁星在干什么？叫那么开心。啊，寿命是两倍哦，要给一个提升动能度。好啦，给你这个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他可以拿下来吗？还我，对不起。哦，哎，他死掉才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都会死掉啊，你会看他会长皱纹。哎、欸，花花应该给安妮的，可恶！
会死掉啊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出现？看到没有？尸坑。但是后面可以学复活一次。嗯，这个我还是知道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先开到这边，晚点开台再来玩。啊，好啦。太太辛苦了，不会。他可以存档吗？啊！我有存到档吗？啊！我有存到档吗？一开始我都没了，他没有自动存档是不是？我想说，我跑个光遇一下好了。哎，谁带我吃一下龙？我再开一次刚刚那款。你要不要开来看看？正在前往路上。只有人爱吃鞭炮的吗？可以带一下我吗？照理说过一天都有存档啦，就六了，六屁呀！啊，你们的点数全部都丢光光了，欸，好爽哦！有没有人在吃？都没有哦。有问月雪你在吃吗？有啊，六天，十二。鲨鱼上线了，鲨鱼借我摸一下，有点嗯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看一下到哪边。如果花花那些都还没送出去的话，那还有救哎。我想说让安妮多活久一点。好哎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完了，要重新。来。你可以手动存，要怎么手动存？看一下哦，建造、编辑。老哎，
哎、欸，我没解锁吗？不是说晚上再弄吗？先弄一弄，弄到晚上的啊，怎么又抽到了？这边没存到，对啊，弄一弄呢，晚上还要再弄哎、欸。 让我刚刚想说尝试用键盘啊，不行，键盘也好难。繁星做事，繁星浇水。 要李仁格，好，各位，各位，我们来观台，各位，我们来观台了。哎，各位，现在是观台典礼。哎，对，又存档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流程弄一弄。 好的，然后圣冠，真的要记得存档，至少没有宝可梦夸张啊，两三个小时记录不见呢、欸，那还好啦。 好了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哎、欸，很乖很乖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口口啊？哎、欸，储存。好了，耳洞，你跟谁吵架？你是谁？回去工作。马铃薯跟耳洞不合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 好，那就先这样了，感谢大家，我们晚点见啦，拜拜拜拜。注意，音量调小声一点，我们再播一次姐姐的美妙的声音，好不好？音量调小声哦，准备喽。 拜拜。